我几乎已经要绝望了。OK， 谢谢谢谢。这位赶鱼的重获，不仅让小西结束了两个小时的煎熬，成功破龟，也让他坚定了自己的用饵策略，选择体型较小的泥饵，模拟湖中的饵鱼至关重要。我们抓紧时间放生，谢谢他给了我一个见面礼。这里是中国崇明的明珠湖，今天在我们的龚雷大师的指导下，做掉明珠湖的赶鱼。当然，这只是开始，先放他回去。哎，他以一个翻身一跃就下去了。这里头，这是一只小型的沉水铅笔，因为前面我们用的比较大，但是这里的饵鱼呢相对比较小，所以呢，既要让你的饵不能埋没于在饵鱼群中，又不能显得太特别太大了。来这边捕食的似乎是以小赶鱼为主，巨型赶鱼还在这茫茫的湖面之下。明珠湖今天会有奇迹吗？我们等着。